将管预览了一番新气象，市民的生活逐步无常，关口开通，分隔异地的家庭得以团聚，各行各业商机再现，社会重现繁华气息。这个来之不易的福常，这个久盼重逢的聚会，实在值得我们好好珍惜。充满了喜悦，我希望在新的一年，去年的1月8号，这实在说呀，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证明我们的两地通关，疫情啊也基本受到控制。我希望我们的生活完全复常，大家都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家庭美满，生活愉快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